你啊，敢真正要认真甲同龙来交往？等我去交我女朋友交代讲好清楚了，我才敢回答当时你有这个问题。你的回答嘛，算讲真有诚意啊。啊，不过有讲敢那无讲同款。你还袂甲你的女朋友当亲戚见证，我都甲你当作囝婿同款来看待，替你解决代志。甚至对我，拢讲你是我的伴主。为着彤彤，我呢对你来讲，算讲是仁至义尽啊，吼。你，唔通让我失望。爸，这明仔安怎做？你莫予伊压力啦。嗯，我当然会当予伊压力啊。啊，无你看，你即马手安尼家己搞掉咧，是咧搞好看的。是啊，当时你有讲了真对，这是我无，不好你甲彤彤会当咧出现一对，是为着要让伊欢喜，唔是为着要害伊排着破坏人感情的这个臭名。我拄仔问你讲，是毋是愿意认真甲彤彤来交往？你的答案，我真无满意。希望后一届啊，你的回答会当较有诚意的。啊，那无，啊无，就是我家己唔知影好歹啊。我了解当时对我意思。我会去甲雅婷讲清楚。莫让我等伤久哦。建明，你马上就要开艺评会啊？啊，你是准备好啊未？拢处理好啊，伊就袂过我刁难啊。妈，你放心。是彤彤帮你处理的。彤彤，我佮伊爸爸拢有出力啊。伊就有甲我交保证，我的位置会当保掉的。所以，你要离开雅婷啊？是啊，我找一个时间哦，甲雅婷讲清楚啦，让伊哦，莫对我的感情有甚物期待。然后，我会好好甲彤彤做伙，爱对伊两个哦，比较公平啊。既然你讲话就这么坦白啦，我嘛尊重你的选择。雅婷无法做咱家的新妇，是咱家无福气。你去甲伊讲学清楚的时阵，讲话唔好伤凶，少甲留一挂面子。早知影代志会变成安尼哦。当初时哦，我就应该坚持反对到底，莫让恁来往啦。雅婷嘛，要伤遐尔大。你看，恁爸爸有听到恁讲的话呢，伊在哭。妈，爸爸即马还搁在昏迷，在流目屎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啦，你莫大惊小怪。非得我即马讲什么话，你嘛听袂入去啦。你的义平会吼，顺利解决就好啊啦。我要甲恁爸爸七辛苦，你出去啦。我替伊去啦。唔免啦，你去无用你的，恁爸爸我会照顾啦。建明，你看我甲恁妈讲，你要甲我阿婷分手。有啦，那你爹妈安怎讲？伊尊重我的决定，也是讲，伊也是点仔时间的，斗斗接受。我甲你交往做领导的新妇，就等于是所有的问题拢有法度解决啦。爹妈哪会遐尼想无啊？敢讲，逐天头壳摸咧烧，烦恼这烦恼那，迄敢叫做生活？我妈当然嘛知影你的条件真好，也毋过人拢是有感情的。我甲雅婷分开。伊当然嘛会替雅婷感觉唔甘，感觉歹势。那安尼你咧？你甲我阿婷分手，你敢会感觉唔甘？我会用上平静的态度去解决感情的问题啦。也毋过你嘛同款，爱花一点仔时间。啊，无时间，代志若是不够歹看，麻烦是咱两个。我会尊重你的做法，我嘛会尽量让阿母欢欢喜喜接受我。
安尼才袂让咱两个添麻烦。多谢你体贴。对啦，阮爸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咱，你不要去摕。什么礼物？去就知啊，行。这条看起来袂歹，你替我搁看卖呢。伊的寸尺，嘛不知影要经什么款的，我就请彤彤来跟我斗相共。干嘛呢？当然是安尼，你拄只讲遐尼多，对不？迄雅婷啊，对我这么付出，我当然嘛爱对伊表示一下，对不？哎呦，歹势啦！哎呦，阿姆拢无无清楚。哎呦，是嘞啦，是嘞啦！哎呦，歹势啦，我就安尼土公啊，心吼，哎，看到吼，哎，几百块就倒起来，我袂记诶，问候清楚，歹势，歹势，是嘞，是嘞。哎，你莫落去啦，嗨，这毋是小三啦，啊，这吼，阮查囡查无朋友啦，嗨，无，哎，误会啦，嗨，无嘞，一路来去。啊，我即摆母后清楚诶，是我啊，对，莫遐大声，吼。我较细声。好，歹势。啊，安尼。是讲哦，你这买这手指有够贵重的呢。哎呦，这要送我雅婷哦。哦，这一卡要偌济钱啊？哈。钱的代志哦，你不用烦恼啦。我知啊，你真体贴阮雅婷啦。啊，不过这阵啊，恁家嘛是有困难的啊，对不？咱免买遮贵的，吼，买一个较普通的就好啊。有心上重要，对。那是讲吼，你要知影阮雅婷咧手机镜头偌大吼，你问我就好啊。啊，那就拜托彤彤啦。哎，彤彤啊，啊，歹势啦，阿姆头拄啊吼，无清楚就讲你是小三，阿姆莫甲扣分的吼。没啦，歹势啦。阮雅婷吼，介意啥物手指吼，我上清楚啦。来，阿母在你斗紧，免紧这较贵重的。我无甲建明爸照顾好势，伊跋倒啊，动手术，即摆也袂清楚。啊，啥物时阵的代志啦？前几工啦。啊，你就是因为这安尼，即几工拢安尼袂食袂困啊。
雅婷哦，一直有来病院关心阮呐。啊，建明哥咧家己生气，是阮看唔对，应该我回失礼啦。啊不不，你莫安尼讲。建明哦，虽然嘴无讲吼，啊不，我知影，伊还阁真重视阮雅婷的啦。哈，伊才会，哦对对对，哎呀，我知影就好。建明，对不？阿姆妈，恁抬杠啦！我是入去看阿伯，阿姆汤我甲你放内底。好，你先入去。好，好。啊，你这几天就是为了这个代志在烦恼哟。哎呦，啊，你就安尼无好好，啊，搁专工去买礼物咯。哎，迄个礼物吼，无上呢。建明是买啥？手指啊！哦，伊为着要买手指啊，佮偷偷啊，带彤彤哦去试迄手指的大细卡，你知无？互我误会啊！哦，我安尼甲伊匹配叫，我干脆无甲我计较。咱甲你讲，吼，你既然有心哦，要甲阮雅婷好好，你就爱较大方的。既然你手指拢买好啊，有啥物话袂用讲的，对唔？哦，你即摆吼入去，甲伊讲几句话，你总有一天爱开嘴的啊，对吧？哎，去去去，嘿嘿。买手指给阮雅婷，恁安尼吐大亏。阮人投资失败，啊，即马人搁倒伫咧病院。那等伊较好，急诊一定搁来讨笑。雅婷若继续甲建明做伙，后摆对食苦。哎，唔想遐济啦，我来讲吼，翁仔某若是要做伙吼，迄就是有缘分，对无？两个要行就是孤孤单单的嘛，还会碰到什么代志，好歹离婚的拢有啦，对不？啊，咱今嘛啊拄到啊吼，咱就去面对，这代志拢会过去的啦，放心。建明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生气啊？你向我咧问，我煞不知影要安怎回答你。其实你拄才来之前，你嘛有跟我讲啦。讲你若是一直安尼无爱睬我哦，我家己都要有心理准备，莫阁对你有妄望啊！啊，既然你妈会讲这种话，就表示，唔是你私底下有甲伊讲啥，就是连你妈拢看会出来，咱两个人之间有问题啊，对咱的未来无乐观。啊，我家己想想的嘛，感觉对咱的未来有淡薄仔丢度。即阵啊，你拢莫甲我联络，我嘛唔敢甲你吵。因为我知影病院的代志，让你足烦的。啊，恁爸爸昏迷的代志，你嘛还搁来怪我。啊，急诊的代志嘛还袂乖乖，感情拢顾袂好啊，哪有心情去想以后的代志？所以我就甲家己讲，爱让你空间，爱让你时间喘气，莫甲你搅扰。啊，不过我搁想到恁妈讲的话，我嘛有家己检讨啊。我就在想，是毋是我家己嘛在闪避，才唔敢来找你。唔知影啥物时阵开始，咱两个人相找，煞变作一种麻烦吼。你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你直接讲袂要紧。雅婷，我咧想。妈。